猜猜看我是用什么做的？今天是男朋友与钓时的榴莲味电饭煲蛋糕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打发蛋清，半杯白砂糖分三次加入。普通的蛋糕没啥意思，用酷式榴莲味气泡水做个榴莲味的，不仅零卡零糖零脂肪，而且气泡充足，一口上头。搅打至顺滑，没有颗粒。舀三分之一的蛋清到蛋黄液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倒回去。内打刷上一层油，蒸出其中的空气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煮饭键。松软可口，不用烤箱就能做。没有榴莲果肉，榴莲味也十足的蛋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生活在一起，难免有一些小摩擦，重要的是该怎么哄好他。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有了小溪姐姐奶茶机就方便多了，自己做的奶茶更放心，不会有添加剂，也不会有奶精。过程真的很简单，珍珠用开水泡个五分钟就好了，在家也能实现奶茶自由。它还能一机六用，打个奶泡，做杯咖啡。你看像不像雪顶？如果想要健康一点的，也可以用来做个水果茶，步骤一样很简单。这下知道怎么哄对象了吧？其实情侣之间的幸福很简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来吃肉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爱心鸡排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用刀背拍散的鸡胸肉更容易入味，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。我想这辈子拿得起放不下的只有筷子和你了。煎到微微焦黄，然后翻面，就算是一块简单的鸡胸肉也可以很有仪式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吃宵夜啦，鸡胸肉切黄格，加入姜末蒜末料酒生抽黑胡椒蚝油分泌适量，抓鱼热锅刷油，煎熟鸡胸肉，然后把之前腌制鸡胸肉的酱汁倒进去，小火收汁，涮香鸡胸肉就做好啦。这样子做的鸡胸肉一点都不柴哦。吃宵夜啦，鸡腿去骨，加入一勺料酒，一勺生抽，一勺好凉粉，一勺淀粉，一勺葱段，一勺姜片，抓鱼，再用锡纸卷起来，放进平底锅焖煮25分钟，所有的汁水都被锁在锡纸里面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吃饭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腌黄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去好男的黄瓜，加盐腌制半小时，杀出水分。我觉得喜欢的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是清粥配黄瓜，也能吃得有滋有味。这个配方是酸甜口的，不喜欢吃的也不用加白糖，可以用来早上喝粥，中午吃饭，晚上配酒的腌黄瓜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来吃肉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爱心鸡排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用刀背拍散的鸡胸肉更容易入味，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。我想这辈子拿得起放不下的只有筷子和你了。煎到微微焦黄，然后翻面，就算是一块简单的鸡胸肉也可以很有仪式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吃宵夜啦，鸡胸肉切黄格，加入姜末蒜末料酒生抽黑胡椒蚝油分泌适量，抓鱼热锅刷油，煎熟鸡胸肉，然后把之前腌制鸡胸肉的酱汁倒进去，小火收汁，涮香鸡胸肉就做好啦。这样子做的鸡胸肉一点都不柴哦。我觉得今天这三道特别适合做给女朋友吃，小米辣、蒜末、芝麻，用油滋一下。其他调料都很简单，最主要的是半个柠檬汁和半个青柠汁，这才是泰式风味的关键。洋葱可以带来一点辛辣的口感，而百香果可以让味道变得更清新。淋上料汁，抓拌均匀。同样的配方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，鸡爪去骨的方法我之前的视频有教过哦。同样的料汁，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芒果花格子切成芒果丁，水里加入白糖和白凉粉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出放凉凝固。还是用花格子的办法，切成小块，铺上水果丁和葡萄干，淋上点牛奶，
搅拌均，用薄荷叶装饰一下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丰盛？一口一整个的乌凤爪，和清爽开胃的泰式柠檬虾。我先吃为敬啦，你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总说我只做一道菜，今天就多做一点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一整块午餐肉装进保鲜袋里，压成肉泥。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做好笔记，我把配方打在屏幕上了。煮汤的时候，来做个比肉还好吃的白菜煎饼。煎至表面软化，带着点微焦。调个酱汁淋上去。蒜、洋葱、青红椒用油滋一下，加入之前剩下的料汁。我怕他米饭不够吃，再给他做一个最爱的拌面。香浓的汤汁，下饭的白菜，这顿饭啥都好，就是米饭不太够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吃面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火锅焖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火锅底料和喜欢的丸子，盖上盖子焖上一会儿，最后来点葱花，简单到不要不要的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终于让我找到了虾的新吃法，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案板上撒一点淀粉，然后用擀面杖轻轻敲打，锤成这样半透明状就可以了。锅底一层薄油，倒入虾头，炒出虾油，加入清水，盖上盖子，焖上一会儿。调料打在屏幕上了，很简单，带出虾原本的鲜味就好。因为虾已经锤得很薄了，所以烫一下就熟了。汤鲜肉嫩，喜欢吃虾的千万不要错过哦！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做的手撕鸡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。煮的时候加入姜片，葱段、料酒，可以很好的去除腥味。如果有人愿意为你做手撕鸡，那他应该很喜欢你。不怕麻烦，一点点撕鸡肉，只为了看到你满足的表情。这个配方更适合夏天，比较的清爽嫩滑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搅拌均匀就完成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来吃点东西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夜市土豆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土豆丁焯水3分钟。我觉得好吃的要装进胃里，喜欢的要放在心上。然后加入调料，调料的多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。撒点葱，夜市土豆就完成啦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那边小龙虾多少一斤啊？我这里真的好便宜。虾尾去腥，小龙虾也是虾嘛，当然要给它剥壳啦。葱蒜炒香，用火锅底料来做，真的是省时又方便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以及水淀粉，勾芡一下，使汤汁变得浓稠。最近我家内味要求也变高了，每顿饭都得搭配一杯喝的。狠狠的一巴掌把普洱叶拍醒，加入冰块，倒出水果的汁水，然后再倒入放凉的茶水，用这样一杯清爽解腻的水果茶来搭配满满龙虾味的盖浇饭，简直就是绝配。在夏天的晚上，这可就是神仙一样的生活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这道菜是我突然想到的，他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你们也会喜欢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抓拌均匀，最后来勺淀粉，装进裱花袋里，用竹签引导着虾花挤出来。锅底一层薄油就可以上锅煎啦。煎到虾花变色，带着淡淡的焦黄，撒上椒盐和辣椒面，虾花和烤串的完美结合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觉得今天这三道特别适合做给女朋友吃，小米辣、蒜末、芝麻用油滋一下，其他调料都很简单，最主要的是半个柠檬汁和半个青柠汁，这才是泰式风味的关键。洋葱可以带来一点辛辣的口感，而百香果可以让味道变得更清新。淋上料汁，抓拌均匀。同样的配方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，鸡爪去骨的方法我之前的视频有教过哦。同样的料汁，完全不一样的口感，
芒果花格子切成芒果丁，水里加入白糖和白凉粉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出放凉凝固，还是用花格子的办法切成小块，铺上水果丁和葡萄干，淋上点牛奶，搅拌均匀，用薄荷叶装饰一下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丰盛？一口一整个的乌凤爪和清爽开胃的泰式柠檬虾，我先吃为敬啦，你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总说我只做一道菜，今天就多做一点，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一整块午餐肉放进保鲜袋里压成肉泥，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做好笔记，我把配方打在屏幕上了。煮汤的时候来做一个比肉还好吃的白菜煎饼，煎至表面软化，带着点微焦，调个酱汁淋上去，蒜、洋葱、青红椒用油滋一下，加入之前剩下的料汁。我怕他米饭不够吃，再给他做一个最爱的拌面。香浓的汤汁，下饭的白菜，这顿饭啥都好，就是米饭不太够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，全部都是用一个锅做的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锅减脂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用的就是这个新收到的九阳蒸汽炸锅，鸡腿肉去骨去皮改花刀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腌制15分钟，放进九阳蒸汽炸锅200度20分钟，还有玻璃的可视窗口，可以随时看到食物的变化。再来烤个巴沙鱼，配方在屏幕上咯，选择蒸汽烤模式，180度20分钟，一个锅就能做完的减脂餐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如果你有男朋友，家里还刚好有奶粉和炼乳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将得到一份奶香浓郁的小零食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杏仁曲奇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揪下一坨搓成一个直径3厘米的小奶球，在奶球上按上一个杏仁，然后就可以放进烤箱啦，150度烤上20分钟。如果只有奶粉和炼乳可能会太甜，搭配着带着一点点咸味的杏仁，那就刚刚好啦，又是一份可以邮寄的小零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这道菜可能会让你们产生深深的误会，只能怪我自己拍的不够好，快让你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黑巧克力切碎，加一块黄油使巧克力更加的顺滑，倒进一个深一点的杯子里，让冰冻好的香蕉均匀的裹上巧克力液，因为是冰冻过的香蕉，巧克力很快就形成脆皮了。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坚果，用同样的方法裹上巧克力，香甜的香蕉搭配微苦的黑巧克力，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又发现了一种肥牛的新吃法，土豆要先煎一下，再加入清水和咖喱块，强烈推荐加点小西红柿，炖烂了之后味道真的很好。咖喱不够浓稠，可以加点水淀粉。这一锅咖喱肥牛，不管是用来拌面还是拌饭都很好吃。你们的葡萄都是怎么洗的啊？洗葡萄的时候加点淀粉，这样洗得特别干净。倒进破壁机里打成汁，过筛之后倒进冰格里，冻好之后就是这样的。倒入雪碧，直接嚼着吃，味道也很不错。没胃口的时候来上这样一锅咖喱肥牛，简单好吃还开胃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吃面了，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火锅焖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火锅底料和喜欢的丸子，盖上盖子焖上一会，最后来点葱花，简单到不要不要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